龙骧将军萧纪，战功赫赫，国之栋梁。镇守北境十余载，浴血奋战，平定内外。今乱世已去，天下太平。特此与上阳郡主王氏成婚。啊、恭喜恭喜，多谢多谢，请便请。将军到。恭喜将军，将军。拜见岳父大人。严礼，将军辛劳，小女已在洞房静候，还望将军好生待之。告辞。这王修老儿卖女简直猴急了，连拜天地都少。说错话了，这乃是春宵一刻值千金呢。披甲入洞房不急。将军着玄色入洞房不急。还有何不急？将军。哎，二位姐姐，不如跟老胡喝杯喜酒去。走走走走走。修罗道历劫长苦，穿过地狱方得见光明。此药能助你假死三日，但若无人相救，你便要长眠于地下。眼下此毒，性命就交在所爱之人手中了。轩儿，我来救你了，你为何还不走啊？要是给他药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
二位姐姐，你们若是知道什么内情，就赶紧说给将军听。奴婢不知。报。将军，末将的奉命放松了守备，夫人果然悄悄离府，去向是宫里。将军，咱们常年在境外守着，都不知这宫中水深几何，怕是不要轻易卷入为好啊。我自入洪武，浴血十载，什么浑水没趟过？更何况，那可是我夫人。将军府有消息吗？回禀殿下，没有。那宣儿呢？也没有。苍哥哥，宣儿，我一直在打探你的消息。你怎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怎做这般打扮来找我？子恒哥哥，那药师的药不对。我记得我喝下去之后，浑身力量无穷，极度渴望鲜血，似乎只有饮血才能缓解。我变成了一个怪物。怪物？可母妃明明说，你只是假死三日啊。我也不知。那药师是贵妃娘娘引荐，不如我们现在就去找贵妃娘娘，尽早上应应对之法。啊？怎么了？不行，母妃殿中耳目众多，你如今也是将军夫人，若被旁人见到，只怕有大麻烦。我不是将军夫人，三书六礼叩拜天地，昨日一样未做，算不得数。子恒哥哥，我只想做你一人的新娘，你知道的。萱儿。可他有赐婚圣旨，天命难违，都怪我无用，没有强大的母族，也不得父王喜爱，想与你相守，却半分力都使不上，我实在是愧为男儿。子恒哥哥，我自恃无畏，只是我不能不顾及母妃与谢氏。是这样，你先回将军府，我定会为你想办法，相信我。萱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王雪，怎么，新郎好看吗？你跟踪我？外界传闻果然没错，奸诈阴险，杀人如麻，就是你萧大将军。我若杀人如麻，今日你还有命在此，对我恶言相向吗？我向来如此，若身有怪疾，实在不配做你萧大将军的妻子。为了你的颜面，我劝你还是尽早启禀陛下，解除你我的婚事。郡主心意，萧某感动。可萧某既然娶了，便只能认了。也对，你处心积虑求得联姻，不就是为寻我王氏做靠山？如今我王轩再不堪，你萧某已忍得下。小姬，我看不起你。别动！
你可知道，上一个出言辱我者，隐瞒始皇都。你记住，我处心积虑救的李宁，乃是为你。怎么了？末将寻妻至此，杀人凶手另有其人，本欲离开，却被拦在此处，这时机未免太凑巧了吧。本宫不明白将军的意思，我只知道将军身为武将，擅自闯进皇子宫殿，甚为不敬，而郡主有杀人的嫌疑，不能姑息。拿下。是。不要，请您不要伤害萱儿。萱儿有何罪责，孩儿愿替她承担。殿下，若是你眼中还有母妃，请让开。殿下，擅闯皇子殿的是我，萧将军却只是至花园寻我，请放他离去。贵妃娘娘，此事既然只与萱儿有关，请将萱儿一人收押详查便是，不必牵连萧将军。好，带走。陛下已暂时恕萱儿无罪，殿下可以放心。横带萱儿，谢过将军。我的妻子，她自己谢我便行，无需旁人来带。殿下若真的关心萱儿，便转告贵妃娘娘。适可而止，手别伸得太长了。唐哥哥，我好不容易将你撇出去，你又回来干什么？不怕被砍头吗？夫人这是在记挂小猫。你别自以为是，我只是不想欠你而已。好，那从现在起，咱们互不相欠。没有杀人，我自会证明清白。你要如何自证？你要说给这洞中的硕鼠和蜥蜴听。嗯，别说了。十日。我向陛下要了十日宽限，在这期间内，你需听我安排，才能破局。放我下来！
母妃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谢氏和你，知道了吗？果真是母妃设计的。萧霁与王氏联姻对我们的威胁太大，萧霁狡猾，暂时搅和了局，还向陛下立了军令状，妄图在十日之内扭转此局。他这么做也未免太过妥当。听令，在暂时把皇子禁足内殿，不得出去。是。母妃，为什么？是有些无奈。当你不再犹豫的时候，你就长大了。别动。你到底是如何将我保出的？你先出去。是。我自己来。你别以为你救了我，本郡主就会从了你。我只想检查你毒发的痕迹。今日你面上红纹直至深夜才散，比第一次缓慢了许多，想必此毒已经深入你体内，毒发作时身体可会疼痛？除了特别渴望鲜血以外，没有其他异常。那你现在是否可以告诉我，你为何会中了此毒？还不是因为你非要娶我。请陛下收回成命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萱儿不能抗旨，但我心昭昭，亦不能负于子恒哥哥之诺。我听说这城里有一种假死药，若你服下，当萧霁之灭死去，待你安葬，我再把你救出，然后另作安排，你与子恒相守，怎么样？现如今看来，贵妃娘娘不仅骗了我，还骗了子恒哥哥。是你傻，世人皆知谢王两家素来不和，你却还为了谢氏之子冒上性命之险。那还不是因为你逼我。我本打算真的城市新房，让你出个大眉头，可如今看来，我和死了也没什么区别。你今日受了惊，夜里莫要多思，一切有我。陈心南玉，伺候好你们郡主。是。郡主。郡主，来。郡主，奴婢本觉得骏马凶悍，可一日下来，分明是个温柔郎君呢。夜里莫要多思，一切有我。
治国者当选贤任能，不论门第。子恒认为，唯有如此，方可集天下英才，成太平盛世。一派胡言，将卑贱寒门与贵族世家并论，便是大不敬。先生非也，才者不论出身，不分贵贱。荒唐！面对为师不知尊敬，无理狡辩。教学相长，太傅也可能有错，学生只认礼。子恒哥哥，我这一生只想做你的新娘。可他有赐婚圣旨，天命难违。你如今已是将军夫人。伤心是毒，一颗真心被伤透，便是世上永无解药的剧毒。这里，今日事多，龚夫人再次洞房，一直守在门外，来得快了些，别无大意。欠下你这许多血债，我都不知该如何还了。这有什么？男女之间，不就是你欠我，我欠你，欠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就再也分不开了。小姬，夫人，让开！末将奉将军之令，在此保护夫人。夫人，有何差遣？夫人，我要入宫，找子恒哥哥商议对策。三皇子被贵妃娘娘禁足宫中，不知夫人还能否见到他？你可知挡郡主的路是要被砍头的？老胡脖子硬。就是不知这刀够不够快，不如夫人试试。你夫人若要商议对策，何不先听听我的？你这什么对策？现在最要紧之事是先找到药师给你解毒。这些年我常年征战在外，都城的地貌我已经不太熟悉，所以搜索起来恐怕会慢一些。我可以帮你啊，那日我虽被蒙上了双眼，但我依稀可以记得路。夫人可真是我的贤内助。
出了相府，我听见了卖艺声，敲锣打鼓。只有东市在辰时有卖艺声。后来，好像到了河边，应该是上了船，摇摇晃晃没再迈步。出城的时候，我听到五十换房，那应该是南城门。穿山风向北，一侧是山，一侧是田。绕过山脊，有沙沙声，两侧应该是竹林。这里了，我倒是真的小看你了。这边的村落较少，舆图上记载十分简单，你竟对地形如此熟悉。还有，你身为贵女，卖艺人何时表演，城门何时换岗，竟也清楚。寒门可以做将军，贵女就不能出门了。我和子恒哥哥从小就爱四处游历，他心怀天下，无论身居高位还是平常人家，都一视同仁，胸襟博大。他有一颗真挚而博爱的心。进去看看。你去处理后面的尾巴。我早该想到，恐怕那药师已经挪了窝，不会在此坐以待毙了。修罗花，传说此花以怨为根，以恨为引，含剧毒，唯有真心可解。这壁画上记载的都是跟修罗花有关的传说，北京部落确实有人研制此花，萃取毒液，以短期增强体魄之用。你知道这毒？此花喜阴喜寒，毒性受心绪影响，越伤心便越毒，最后入脑失心。那天你突然在宫中发作，是子恒让你伤心了。可他有赐婚圣旨，天命难违。你如今也是将军夫人。没有。我又何尝不知道，情有所钟是世界上最难解决的事情。可如今，越是刻骨的东西，便越会伤害你。与其困守在这座伤心之城，还不如我让老胡快马加鞭把你送到北京重地，待我寻到解毒之法，就去找你。你可知，比起无爱的未来，死亡于我并不可怕。这是什么？可真难看。这是你。既然夫人不想走，那为夫就得替夫人多寻些开心事。知道了这毒的出处，反倒心里踏实了些。你是我见过胆子最大的女子，你也是我见过最难缠的将军。这后面的尾巴是难缠了些，不过遇上我了。胡将军，你脸色怎这般难看？跟这面人似的。发小。
这事我可以找我爹爹帮忙，他总归是我父亲，也不会撒手不管。父亲。你们先出去，我要跟我女儿单独谈谈。劳烦父亲为女儿前来，萱儿如今危机，还请父亲相助。相助？你身为嫡女，不思为家族增添荣耀，反而置家族于险境，你于心何忍呢？父亲明知女儿心仪三殿下，却硬逼女儿嫁给萧将军，您又于心何忍？想父亲年少时也曾有过恋慕之人，及弱冠之年须与你母亲之家族联姻才能站稳脚跟，为了家族荣耀只得狠心斩断情根。萱儿啊，你出身王室有何真情可言？您真的舍得女儿伤心吗？身为父亲不舍得，但王秀舍得。父亲，我运筹帷幄至今，那萧霁却因你之事交出兵权，你非要让王氏满盘皆输才肯罢休吗？你若再冥顽不灵，就不要叫我父亲。哼！岳父大人，夫人嫁入将军府后，此番受人谋害，萧某无论付出什么，定然会相护到最后。你可以护着他，但未必能成全他。若再执迷下去，我王氏与你之联盟将不复存在。到时候莫怪老夫不护着你们。无妨，萧某一人护他便可。为官为将者，若连自己小家也顾不了，何谈守护天下？从今往后，我王氏与你们将军府断绝一切往来，你二人自生自灭去吧。王璇，你是我萧霁共度此生的女人，我不许你懦弱。让你受牵连，我是来赔不是的。明明就是你为了救我，舍了兵权。区区兵权，我萧霁拿得，自然也舍得。可兵权是你立身之本，如今你轻易舍了，更不给王室半分颜面。萧霁，未来你要如何在这宫中立足？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，我是奸诈阴险、杀人如麻的萧大将军吗？黑甲为铁蹄过处，寸草不生。试问这座城之中，看低我的世家有多少，那惧怕我的世家便也有多少。这谣言是你故意传播，不是恶意诋毁。那现如今你还会对我恶言相向吗？我只是难过，世人皆难，女子尤甚。我只是想照心意活一遭，却好似犯了天谴大罪，至今亦不能容。可若就此放弃，连所爱都不敢守，那来这人世一趟，岂不太窝囊、太遗憾了？那正好，
反正我萧霁并非任人摆布之人，现如今只能是我这光杆将军和你这落魄郡主相互守护了。我听说萧霁被王氏弃，每天躲在将军府以血入药，王轩暂时还没有发作，如果是真的，那我灭王氏的计划就会变成一潭死水，而你灭族之仇就报不了了。斩身之血虽能缓解一二，但是不能除根，不要小觑了我这修罗花，待到花开之时，你我心愿皆成，他躲着不出来，那我们引他前来便是。来，老胡，你还记不记得十年前，我是金鸡驻军的一名前锋将，在京郊附近帮陛下铲除了一批潜入都城已久的北京细作，还得了不少情报。记得当年你一战成名，征战数年才有了今日功名。那一族人皆是炼药之人。你是说当日那族留有余孽？看来这潭水里不止谢家。这要我说呀，这妖怪也只能关着郡主死活不肯嫁你，这才被人利用。将军，你说这女人怎么这么麻烦，打也打不得，攻也攻不下的。你以为这是战场吗？它可不是一座我把里面那些悖逆之人都杀光了就能占为己有的城池。那你也不是公鸡呀，放干血还能跳几跳呢，这到时候为他赔上性命你也乐意啊？甘之如饴。老胡不懂。老胡，这些年你跟着我周旋辛苦了。罢了，老胡这条命啊是将军给的，即便是将军没了兵权，老胡就做将军的家丁府兵，与敌周旋也好，追女人也罢，老胡我呀舍命奉陪。快了，很快就有分晓。这事儿啊，只要是忙着就不会如你们这般胡思乱想，动心伤情了。恭喜夫人厨房一遇得胜归来。吃了它，一滴都不准剩。你堂堂龙骧将军，战场上毫发无损，却在内宅失血过多，是我的罪过。多亏夫人亲手为我熬制的补品，即便是再多的血，为父也愿意。
将军，我知道，全是因为我不肯跟你走，才害得你失血。但眼下你我结盟，一是解毒，二是助你夺回兵权，待两样事了，还请将军莫再纠缠，还我自由。我会打心底的敬佩将军的。我萧霁从不妄想未来，只看眼前人，眼前事。你又何必如此心急呢？时日已经不多了。母妃，母妃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儿子，你要帮我，这也是帮你自己。你现在去将军府，告诉王轩和萧霁，药师所在。不可以，母妃，你利用过一次轩儿的信任，不可以再将他引入险地啊！儿子，儿子，母妃，你快起来！儿子，你不帮母妃，我就满盘皆输，万劫不复了。你以为萧霁会放过我们谢氏吗？在这高墙之内，你可以活，但是你不能弱，你弱了，就不配活着，也不配爱。萧霁执掌兵权，夺你所爱，这是弱者的悲哀。你若不懂，便永远得不到王轩，更别说统领天下了。母妃，可轩儿怎么办啊？事成之后，我保你救他出去，并给你解药。归乡，方知妻子早已命亡战火，
一怒之下，将军下战黄泉，战修罗，用生命换的，与妻子来世再相守。将军，三皇子来了。子恒哥哥，轩儿，罢了，就别来。轩儿，你别误会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子恒哥哥可是有什么消息？我在母妃藏起的鱼图上发现药师山谷所在，我们现在去找解药吧。殿下可是偷跑出来的？是，时间紧迫，母妃可能随时发现我不在宫中，为轩儿解毒，萧将军也不想耽误时间吧。我要去那边去。如果你早知道你爱的人会背叛自己，你还敢来吗？但我不会为付出过真心而后悔。就算爱人背叛，但我不曾背叛自己的心，便够了。我也这般想。这样。终于相信了子恒。是，因为我相信他，不像您这般，连亲生儿子的善意都利用。贵妃娘娘，您曾是京城最真、最善的女子，你忘了吗？我没忘。从前，我也像你一样，为了自己所爱的人，不顾一切。
是你们王室的人争权夺利，是你们王室让我变得断情绝义，回不去了。把萧霁拿下。此事因我而起，跟萧霁无关。殿下，我心里还是不舍轩儿。你既有办法把我引到这儿，那你肯定有办法救他，对吧？那就救他，不要辜负了他一片真心。小将军，走。山谷有一水潭，水潭旁边就是解药。真正要杀我的人该现身了吧？将军慧眼呢？英雄还是难过没人管，可惜了。可是我还没有死，胜负还未分晓。你认为还有转机？你杀了我全族老小，我苟活了十年。这十年我每一天都在寻找向你复仇的机会，我用族人的血和他们的尸骨培育了更多的修罗花，就是为了让你永世所爱，也尝一下跌落地狱的滋味。这一切都是你造的孽，今天你该还了吧。将军府了吗？哼，让娘娘失望了。我与将军之联盟从未改变。如果不演一场戏，娘娘怎么能放心算计将军府，从而疏忽对我王室的防范？可萧霁不受控制，已经是个废棋。娘娘是说，萧霁一心维护轩儿之事，这本是她做丈夫应做之事。我在为王室族长之前，先是轩儿之父，我又怎么能让轩儿再受如此伤害？不必白费力气了，这山谷前后都被我们包围了。萧霁，萧霁，你自诩聪明，算无遗漏。你却万不该将你自己的女人交给别的男人带走。
萱儿。子恒哥哥，这是哪儿？萱儿，我们已经安全了，我们逃出来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子恒哥哥，小季还困在那儿，我们得去救他。萱儿，没用的，等你过去，萧霁早死了。所以你一早编织贵妃娘娘的计划，故意将萧霁引入陷阱。他凭借兵权夺我所爱，那便是他最大的错。我也是个皇子，我也有心中抱负。母妃有句话说得对，萧霁活着是不会放过他与谢氏的。一个失了母族庇护、不受宠的皇子，是没有未来的。子恒哥哥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萱儿，当日在宫中，若非你强替萧霁出头，母妃或许已将他治罪。我求了母妃很久，才换得救你的机会。你真要为了一个寒门之子回去吗？寒门之子，我自幼尽你人善，见识也超于常人，如今你却要将你我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生死之上吗？萱儿，解药我已经拿到了，我们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三殿下什么都想要，既要杀你，又为了你的女人去拿解药。我也在他的身上下了修罗毒，解药只有一瓶，你觉得谁能逃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修罗毒！我不能死！唐哥哥！不能死啊！我还有理想，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，我不能死啊！子恒哥哥，药我原本就是要给你的。萱儿，母妃不曾教我两全的办法，我不能带一个怪物回去啊！萱儿。你就忘了我吧。老胡，这交给你了。是，小姐。哥哥，我这一生只想要做你的新娘。萱儿，我不能带一个怪物回去啊！你就忘了我吧。那就对了，你恨他如此决绝，你恨他背叛诺言，你要藏起心中的烈，拿起手中的剑，点燃心中复仇的火焰，将哀怨插入心田。
是。怎么样了？我将它奉献给了修罗花。
将军下地府，战黄泉，战修罗。生命换的，与妻子来世再相守。你是我萧霁共度此生的女人，不许你懦弱。寒门但有一身的力气，与其受辱胯下当牛做马，不如投身行伍，放手一搏，掌控自己的命运，不要再做奴隶了。上阳郡主奏请陛下随军前往北境萧霁驻地，永不复还。
临行前留给殿下一句话。子恒哥哥，比起无爱的未来，死亡于我并不可怕。小姐，我明白了，修罗为爱而迷失方向，历劫长苦，却又因爱而终归善道，还是毒药，亦是解药。你就是我的解药，这一次我不会再忘记你了。Thank you.
卓其名的独宗圣物，千年幽檀。可解千毒，延寿百岁，并有返老。
杀了我的子枫，堂堂秦王妃，在王府摆弄这些毒虫之术，莫不成是想谋害本王？那些恶贯满盈的虫宗才摆弄毒虫之术，还有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毒。在查清楚你身份之前，最好给本王安分一点，否则……哎呀，唐少主出事了！唐少主，唐少主，唐少主，快！你既是毒医，就不要有任何差池。幸好蛊虫没有进入心脉，不然呢，我可救不了你了。别以为你医好了我弟弟，就解除了你细作的嫌疑。
道与生气，有失你秦王的尊严吗？不要让韩云溪知道你去了药鬼谷。王妃，你还别说，这没几下，满屋的江湖侠客全都被他给打翻了，那场面呢，是一度混乱。我这一看，呀呵，来者不善呐！当时我就气定神闲，大喝一声：“暴雨梨花针，唰唰唰唰唰唰！”不是，你猜怎么着？我正中他胸口，然后就变成了那么一堆虫子，黑色的，这么长，跑得可快了。那郭庆寿怎么样了？哎呀，王妃姐姐，你不知道要敲门吗？你不用担心顾七少，他昨晚没在客栈。那我自己去看看。哎哎，这，你看看这个野丫头啊，她一点教养都没有，还关心别的男人。依我看啊，哎，趁着你现在还没跟她拜堂，把她休了得了。这太后赐婚有什么了不起？哎，你看，他还把殿下的马骑走了，你看，哎，那是你的马，我的马。
要的人，他就连仓库的小工都不放过。这些人精神未散，血脉未乱，还有救。但毒虫已入心，无法取出，不知道他们还能坚持多久了。太可怕了！哎，要不是我英勇逃离啊，我也就变成这样了。我曾听说有一位天蚕夫人炼制了一种神秘的毒虫，这种毒虫由经脉入心，作茧自缚，吸食他人精血后破茧成蝶，再飞回宿主。不过这都是100多年前的传说了，并不可信。几位姐姐都没事啊，看他们的样子像是中了虫毒。小心。那个喜婆就是这个东西。这毒虫类似于傀儡虫，千变万化，一颗组成人形，一颗自行消散。那客栈那些江湖剑客，他们也……客栈，走。这些可都是江湖的各路泰斗啊。这可真是一场武林的浩劫。用这个吧。哎，殿下，这可是我冒着生命危险夺回来给你去毒用的，这样就不怕太后再用毒威胁你了。他们比我更需要这个。这千年幽檀好就好在能炼丹，能治散，能煎膏，花香便可驱毒。秦王与大家雨露均沾。假的？不会吧，这东西差点要了我的命啊。这千年幽檀香味沁皮，这朵一点味道都没有，只是外形无异。顾七少这个骗子竟然卖假货，我要见到他，我一定撕碎他那帅气的脸。真的千年幽檀应该还在七少那儿。哼，搞不好啊，这些就是那顾七少搞的什么猫腻。不可能，七少的为人我了解。好了，
丫头，季少，你这个卖假药的，你藏的可真严实啊！你不该来这里。发生了什么呀？这里很危险，赶快带他们离开。要归国有难，我岂能坐视不管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个野丫头居然当着你的面和别的男人甜言蜜语，哎，这个外情可是坐实了。杜丫头，现在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，能不能救他们，就看这个了。这个是千年幽檀。嗯，我把它炼成了散剂，这样就能散播整个妖鬼谷。哎，顾七少，你这茶泡的还挺香的。这不是茶香，有毒，快放出去。Thank you.
大生物中，唯有这个琥珀镯最为异类。它虽可以探夺和控夺，却唯独不能解毒。琥珀镯只能暂时控制你体内的毒，殿下还是进去休息吧。本王能帮上什么忙吗？你这不是在帮我擦汗吗？是我误会你了。
唐林，没想到这毒发作得这么快。他们的内力太弱了，抵不过那幽冥掌。看来我们等不到天心散出炉了。那客栈还有集市上的人，随时让我想想办法。王妃姐姐，你不会丢下我们吧？会告诉我方向。我韩云溪一定会解了你们的重毒。天才小毒妃可不是欺世盗名之辈。你在等我。韩太爷府上卑微的丑女，人人可欺。大婚当日，花轿临门，被人几次赶出，受尽冷眼，艰难的活在王府。你这个王妃的称号，怕也是有名无实吧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你也是难得的勇毒天才，离开那个尔虞我诈、人心不古的王府，跟在我身边练虫制毒，逍遥自在。你不是喜欢这个吗？我想跟你做个交换。堂堂亲王妃就是这样求人的。晚辈自愿献出九花琥珀镯，请前辈救我夫君朋友。
这还差不多，我收了。暴力离合针，真是狡猾。你拿到解药了？云溪，我决定补偿你一个婚礼，以正你的王妃之名。
云溪，站住！别过来，我不想让你看见我现在的样子。随之扩散，除非他落入云海，并没有死。糟了，我们被他给蛊惑了。刚才死去的天才夫人可能只是个傀儡，不然怎么会如此变化多端？我们把注意力用错方向了。声东击西，不是吧？我这毒白挨了三次啊！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我现在没有琥珀镯，也不大好判断。刚才他说毒虫破解就在今晚，这已过了申时，我们得抓紧时间了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你们看，中毒之人不管怎么旋转都是朝着固定方向，是宿主的方向，正北偏东，是灵山。
不要长相思，我要生死相依，死党。